我们怎么了？过往的欢乐都被时间带走，真的好想拉着你的手，不要你这样远走。爱情怎么了？一去不回头，泪水渗透了我的双眸。也许你已经不想拥有那些从前美好的尽头，而我怎么把爱挽留？如果分手能够让你自由，就回到当初做好朋友。真的不愿听到你先说分手就不爱了，不想了，选择放手。如果分手能够让你自由，我只能痛苦一个承受，不想两个人都这样的难受，就放了吧。想两个人都这样的难受，就